如果有一天突然听到这条广播，请忍住别哭。现在插播一条简讯，全球疫情已经结束，即日起全球清零，所有小区解封，健康码行程码功能关闭，这三年辛苦了，向全国市民致敬，这场抗疫你们每个人都是英雄，后辈们将以你们为荣，现在走出户外，拥抱新鲜的空气，享受自由的果实吧。